大家好，我是虎课网的小张老师。今天这节课主要为大家讲解 SketchUp 细化厨房模型，其中重点是厨房模型的设置，难点是材质的添加。素材和原文件可以在视频右侧点击黄色按钮下载。接下来我们开始学习 SketchUp 细化厨房模型。首先我们打开软件，打开我们的素材文件，选择文件，选择打开，找到我们的模型。在这里我们已为大家准备了很多的模型，餐具、抽烟机、橱柜等。首先我们导入第一个模型，地面橱柜。我们使用旋转和缩放工具对模型进行一个旋转缩放操作。我们打开下一个模型，打开抽油烟机的模型。我们将它移动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上。我们再次导入下一个模型，将它也进行一个位置的移动。我们将这个榨汁机也移动到一个相应的位置上。我们打开下一个水池的模型。我们将我们水池模型也移动到我们的整体户型当中来。我们再将吸顶钉移动到我们的模型当中，也移动到一个合适的位置上。我们将勺子架和筷子架、碗架也移动到一个相应的位置上。使用旋转对模型进行旋转操作，然后移动到合适的位置上。好了，本节课程讲解完成。学设计上虎课网。